上，快帮妈包饺子。上，上。别跳了，叫你没听见是不？耳机没收。整天就知道跳舞跳舞，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莫名其妙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海洋与春晚排练。又是跳舞是吧？行，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门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哼，你根本就不懂跳舞，也不懂我。愤怒的Chang夺门而出，没想到他这次打开的却是时空之门，因此展开了一段令他无法忘却的奇妙的旅程。哎，兄弟，这是哪儿？怎么谁啊？哎，不，我刚还在家，怎么一开门到这儿了？你搞我嘞！你带了宾馆啊？哎，哥哥。等我来，等我来。靓仔，你冇嘢啊嘛？起身先啦。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，三招的冷风不准吹去他，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，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？好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。我哋冇嘢噶，你唔好谂太多啦。哦，真噶。大佬，条仔撇咗喎，
仲企喺度追啊！刚逃出1985年的香港 ，Sean 再次穿越，来到了坐落在上海的某个歌妓厅。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会在这里遇见从事舞女工作的外婆。打电话来我们这，好像说拿了一个什么芭蕾舞金奖，马上就要颁奖典礼了呀，你要不要去一下？那我接着跳呀，怎么停了？对啊，快点继续啊！又要撞钱了，切，个帮臭男人，幽冥。For a special rendezvous to see a man of miracles and all that he can do. I checked in at reception, put my hat to my lap, and when I walked in dressed in white, I had a heart attack. My eyes went blue, my voice just cooed.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哪讲？我是不是和你说过不能来这个地方？你只知道跳舞跳舞，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直到这一刻 Sean 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妈妈如此反感自己跳舞，而这一次穿越 Sean 终于是回到了2019年。那个阿姨，你找谁呀、啊？哎，孩子，上有来排练吗？啊，我不到啊。哎，上，你过来，你妈找你呢。上啊，妈刚刚有点冲动了。不该说那种话。妈不是不支持你跳舞，只是妈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该只顾着跳舞，没有想过你的感受。这就对了嘛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也该多多陪陪家人嘛。阿姨哦，我跟你说，炫是个乖孩子，人又帅啊，又会跳。好了，妈，别生气了。跳完回家陪你包饺子啊！欧耶！大家快过来排练啊！排完一次就走了，过来站好啊！快点过来站好，快点！加油啊！争取一次过啊！
了。